李嘉鼎、萧秀香、曹永念、马可伦就将军澳电视成为节目教主张拜拜神。鼎爷今次就将会同三姐炮制街上赛式啦。问到系咪难唔到佢，鼎爷就话都踢脚噶，嗰啲家庭餸都唔即系觉得好易煮，但系要煮到有层次、有味道，都要考下佢自己做太太嗰个手势咯。冇啦啩，冇啦啩，惊啊！照佢哋上头，即系咧老细讲咧，15集。我冇噶，乜都唔识。佢系发家疯，佢发家疯同埋食嘅啫。系啊，俾人闹下。冇。可以学阿爷啦，我都有煮阿爷嘅。系，不过我梗系冇咁犀利啦。几好？个鼎爷小红菜啊嘛，你讲系咪？即係啱啱搬咗新鋪啦，一陣我要趕翻嚟。琴晚由一號開始試菜都托例啦，有80多%生意，算係咁啊，大佬。